要详细询问了解有关情况，另一个患者同时到医院就诊，如发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例或自己病例，必须避免，最好的方式向当地疾病预防。真的没事。车都准备，下子给伢去。敞篷车收车。进去了，看到没有？嗯哼，他们。哇，太可怕了。我被喜欢抓进去。可是他们生病了。所以他们去哪里？